秋菊，这臭小子已经让我给赶跑了，他要敢再来，我还用大扫把伺候。好了，秋菊，没事了啊。回来了。孩子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这么多天，林秋菊答应了没有啊？跟他要儿子是给他面子，他还拿条，哼，反正也要走法律程序，到时候他不但没有孩子，说不定还要吃破坏家庭的官司，哼。你不是不想要孩子吗？我是不想要孩子啊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他好过。他现在仗着孩子不跟你分手，那我就把他要过来，看他还有什么借口。你不可以拿孩子作为赌气的手段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对，孩子是无辜的，那我呢？我就不无辜吗？我凭什么要跟别人分享丈夫？姚宗啊，如果林秋菊不肯放手，就跟他打官司，法官会把孩子判给你，让林秋菊闭嘴。我真不希望这件事情用法律来解决，要是闹大的话会吓着孩子的。可是不管你怎么劝，林秋菊她就是不听，能有什么法子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孩子弄回来，其他的事情以后慢慢说。我得马上把他带回来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自己小心啊，秋菊。我求求你，让我见总经理，快走快走快，把孩子还给我。走吧走吧，走了。我求求你了。干什么呀？吵什么？什么把孩子还给你？你快走，别在这闹了啊！主任，我求求你，我要见总经理，我要让他把孩子还给我。你快走，再不走我叫警察赶人了啊！有什么话你跟警察说。我求你了。怎么还不走啊？你快走，听到没有？要走。车来了，快快快开门！停车！停车！大哥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绑架这样？你怎么可以绑架孩子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一点！我什么绑架孩子？谁绑架孩子了？这样就是你带走的，你把车还给我！我没有带走这样，我没有啊！等一下，我想知道是谁带走孩子。到我办公室慢慢说，没事的，来。乖乖乖，这样不哭不哭啊，不哭啊！好了，不哭了啊！你看，这里有很多的玩具啊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图画书，奶奶陪你一起玩好不好啊？不要不要，我要回家嘛！这样不哭了、啊，闭嘴啊！你别哭了，烦不烦啊？雅婷，孩子还小呢，怕生。正阳，不哭了啊、哦！这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多好玩的呢啊！你看，哎，都是你的，你看这个。不要、嗯，别哭了，你们陪他玩。哎呀，慢慢的嘛，这孩子刚来怕生，过两天就好了嘛。哎呦，雅婷啊，自己都还是个孩子，怎么会对他有耐心呢？正阳。哎，你看小熊哦啊，还有这些小狗狗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秋菊？正阳是孙老爷
叫人去带走的。他说在法律上，孩子属于父亲，他这么做于法有据，只带走一个算是让步了。他还说，你如果想要争孩子的话，就去法院结，可是恐怕到时候你会两个孩子都没有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正阳是高家的独苗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孙老爷做事的手段一向就是这样的。孩子不是一笔生意，他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们这样只会让正阳受到惊吓，会让他痛苦的。姚松，我求你，你让我见见正阳好不好？他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把正阳带走的。我不可以让正阳就一个人待在那里，不可以。姚松，我求你，你让我见见正阳。你不敢在我的面上，你也敢在爹的面上。姚宗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容易呀、啊、好不容易睡着了，累死我了。哦，太太可以吃饭了。啊、哦，吃饭了。啊，爸，正阳呢？孙老爷，你把正阳掳了过来，请您把孩子还给我，孩子是我的。这，哼，孩子是在我这儿，但是你没资格说是掳来的。孩子是他爸爸的，天经地义。孩子是爸爸的，可那是谁生的，谁养的？那时耀宗还在读书，是我一个玉包一个玉包的卖，养了全家，也把正阳给带大了。您说孩子是爸爸的，那为什么耀宗跟你们到高雄来的时候，不把正阳也带着，要把正阳留在那儿呢？谁说耀宗没带正阳来啊？你们母子哪来的船票？还不是花我们孙家的钱？船票没用半分孙家的钱，是家俊在外商公司找到了工作，跟公司借钱给我们的。家俊还帮我们母子买了去香港的船票，我们再从香港过来的。我说是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？原来是你这卖玉包的大婶啊！你的脏鞋踩在我家的地毯上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对了，那5000块钱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家的地毯可不值5000块。孙小姐，当初大姐和爹骂你仗着钱为所欲为，想不到过了这么一段时间，你还是一个样，只以为钱最了不起，能拿着钱压人。你别站在那儿说穷酸话，官司真的打起来，你看钱能不能压人。雅婷，爸，我求你了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孩子是我们的，你一文钱的好处也拿不到。我一文钱的好处都不要，我可以自力更生，我不需要靠别人给我好处。可孩子是高家的，绝不认别人做祖先。秋菊啊，你先别激动，听我说。正阳呢，他聪明可爱，如果你把他放在这么好的环境里，对他只有好处啊。这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你如果舍不得的话，你可以常来看看他呀。求你们把孩子还给我，正阳是高家的独子，我一定要把他带走。我求求你们，高抬贵手，还给我吧。秋菊，我知道你辛苦了，把孩子带大是不容易的，可是你想啊，如果把他留在这里，你的责任不就轻了吗？再加上你还年轻，模样又好，可以再找个人嫁了，过上安稳的日子，你还有大好的人生。
何苦拖累自己，拖累孩子呢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你舍得郑阳跟你过辛苦的日子吗？秋菊，我求你了，让我把郑阳带回去，不然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不见到郑阳我绝不起来。有人要在这儿耍赖呀？好啊，你爱跪多久就跪多久，我们管不着。爸妈，耀宗，我们吃饭了。秋菊，你先起来。不见到郑阳我绝不起来。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先起来啊。有人怕你耍赖，我可不怕。我们去吃饭了，爸妈，我们吃饭了。哎，秋菊，你走啊。秋菊，你起来呀。吃饭，爸妈吃饭了。爸，这宋嫂鱼羹不错，你多吃一些。耀宗，你不是说孩子喜欢吃牛肉吗？这可是从美国进口的，你也尝尝。我求你们把孩子还给我。耀宗，给我剥点虾吃好吗？我求你们让我见孩子，让我把郑阳带回去。坐下，你还没吃饭呢，急什么呀？有人爱跪就让他跪呗，吃饭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郑阳，郑阳，妈妈，妈妈，郑阳，妈妈，快来救我呀，妈妈！郑阳，郑阳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秋菊，郑阳啊，秋菊是我的丈夫。你要去哪儿啊？郑阳，妈妈，妈妈，郑阳，妈妈，郑阳，妈妈，郑阳，你别哭，郑阳，郑阳，你看好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呀，哎，妈妈，郑阳，妈妈，郑阳，不哭不哭，我们。等一下，郑阳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我不能让你带走。哎，走！哎呀，你们不能走！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你们不能走啊！等一等，郑阳，我们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郑阳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脚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亚瑟，打电话报警，说有人抢孩子，还伤了我妈，快去呀！好，你不去我去。别闹了，放开手。高耀宗，你这是明摆着帮着林秋菊啊，你到底还是不是雅萍的丈夫？如果你认林秋菊是你的老婆，那也好，那你现在就带着她跟郑阳一起出去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进这个家门。耀宗，你根本不懂。耀宗，我不能。我从此以后就当没你这个丈夫。耀宗，郑阳，我们走。哎，老爷，快！你就这样让林秋菊到我们家来撒野？高耀松，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。我限你一个星期之内把孩子给我带回来，否则就以法律的途径解决，告林秋菊争孩子。到时候我两个都要。哼。
太让我伤心了。妈妈，我好高兴哦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乖，你放心，妈不会离开你，妈会保护你。妈妈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发誓以后都会保护我，不会让我被人抓走。妈发誓，妈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被人抓走。我们来勾勾手。可是我不会勾手啊。妈教你来。那这样勾起来，勾勾手，勾勾手，说话算话照着走，不守信用是小狗。妈妈，我们勾勾手了，你要守信用哦。妈会守信用，妈会守信用。妈妈不哭，妈妈不哭，妈妈好乖，妈妈好乖。郑阳也好乖。妈妈，我们回家吧，那个坏男的又要追上来了。回来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孙家的人抓走孩子的？真可恶，真的不是人，就这样当街抓人，还有王法吗？他们这些有钱人真是太可恶了。秋菊，你以后要好好的看着郑阳，别再让他被抓了。我要快点长大，跟大人一样大，这样就抓不走我了。瞧你这么小一个人，说起话来跟个大人似的。陈世美又来了，我拿扫把去。秋菊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哼，你滚不滚？你再不滚，我扫把伺候了。你不要冲动。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秋菊，你跟我出来，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好吗？哎，秋菊，你不能出去，他又不知道想什么办法来骗你，来拐你呢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哎，秋菊。七个字母啊，念得都很棒。下面呢，跟老师接着来学 H 开始的，好吗？好。好，跟我念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。真棒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 H I J K。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看这些孩子都跟郑阳差不多大，每个都那么幸福，那么可爱。 W X Y
这间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就好几百块，还不包括其他的杂费，一般人是念不起。可是他们已经在学英文，在学很多才艺，每个小孩都比别人进步得快，将来都有大好的前途。秋秋，照理说正阳应该是他们其中之一，他真的不应该在小吃店里边洗碗擦桌子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我自己能念什么书？不懂得要栽培正阳，这是我的错。我应该让他受好的教育，以后我就算节衣缩食，干更多的活，我都会让他念好的学校的。你真的不懂，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进来的。好，就算你攒足了钱，交上了一个学期上千元的学费，可是让其他同学老师知道你是小吃店的孩子的话，他会更受排挤。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不是你努力就够的。难道你真的不希望正阳可以像这里的孩子一样？真棒！你想一想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自己念一遍好吗？正阳在这种学校里面，跟这帮小孩子一起念书的样子，洗得干不干净？不要洗了，你看手都洗皱了。没关系，妈妈，你教我做菜吧，我可以帮你做菜。哎呦，正阳这么孝顺呢，你娘生了你呀，真是天大的福气呀。我要孝顺妈妈，因为我最爱妈妈。
碗洗得干不干净？手都洗皱了。没关系，妈妈，你教我做菜吧，我可以帮你做菜。你不要放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振阳，我要回家。振阳，振阳，振阳，振阳。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乖，你已经在家里了，别怕，别怕啊！来，快睡。我不敢睡。为什么不敢睡？我好害怕，害怕我睡着了，醒来却在别人家。你别怕，妈会保护你的啊！来，睡。妈妈，你抱着我好不好？我好害怕，我睡着了，醒来你就不见了。你都不知道妈有多爱你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也爱妈妈。好了，赶快睡觉了，妈唱歌给你听啊。郑阳，你把玩具抱出来干什么？我要拿去丢掉。丢掉？你为什么要丢掉呢？这些都是你喜欢的玩具，还有你的车车啊。我不喜欢我的玩具，我也不喜欢车车了。妈妈，你不要给我买玩具，你叫爸爸也不要买给我了，我都不喜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喜欢的车车，还有，你看，这个图画书，你都翻烂了，这些都是你喜欢的呀。我不喜欢，我就是不喜欢了。振阳，你不许乱丢东西。你说，为什么突然不喜欢了？你说呀，不许骗妈。因为坏奶奶说要给我买好多玩具。我什么都不要，这样他就不能把我带走了。妈妈，你叫爸爸不要买玩具，我不要跟他走，我要跟你和妹妹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这孩子怎么这么用心良苦？林秋菊的信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妈妈，是谁写信来的？姑姑跟姑丈写来的。写的是什么呀？他们问你好不好啊，还说这样现在会不会写字啦，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写信给他们。他们说他们住的地方现在有公用电话，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他们。打电话，那是不是就可以听到姑姑和姑丈的声音了？是啊。那是不是有很长很长的管子把我的声音接过去？不过传到那边，姑姑和姑丈他们就听不到了，因为太远了。一定听得到的，
可是我也不懂得为什么。我好想听到姑姑和姑丈的声音啊。喂，你好，请问高慧山小姐在吗？啊，高慧山，是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香港人听不懂国语。我们打来了啊，我们很好啊，面子也很好，长得很好啊。啊，前一阵子生病了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啊，嘉靖在公司吗？啊，你们好吗？大姐，我好想你们，好想你们。在我旁边，你要不要和他说话？啊，好，你等一下啊，跟姑姑说话。喂，姑姑，我怕你听不见才这么大声的嘛。姑姑，你听得到吗？嗯。哇，好神奇哦，姑姑，是不是顺着电话线一直跑，一直跑就能看到你了，姑姑？为什么不行？妈妈说她不知道。嗯，好，等我念了书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嗯，姑姑再见。喂，大姐，我们都很平安。嗯，我知道。你帮我问候家去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难得可以跟大姐说上话，你却一句也不肯跟她说。你说，我有脸跟她说话吗？不过还好，我有了大姐的电话号码。让我好好的想一想，等我想通了，我就给他打过去。嗯。哦，对了，秋菊。嗯。这几天我请了假，我想带你们出去好好的玩几天。嗯，不用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很想跟正娘好好的相处一阵子。我不会逼你做任何决定的。过了这段时间之后，正阳会注定缺少一个爸爸或是妈妈，我们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在一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。